你老家哪里的？祖籍安徽。安徽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哦。我不知道。因为是我爷爷他们当兵到北京，然后就来了。我在北京生北京长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你爷爷是当兵的？对。我也是。我爷爷也是。哇，好巧哟。哦，他们俩一直在聊天。啊，他好惨。为什么云会不开心啊？因为平常他有什么意见给明星，明星以前都会说好，那就去听他的。可是明星就说我不觉得啊。大家记不记得，其实在前一次投票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弃票。嗯。所以我觉得以他的个性来讲，他就是我既然对你没有意思，就断得干干净净的那种个性。所以他就是云慧在跟他有什么意见或交流的时候，他刻意的就是回避。嗯，我觉得可能不是回避吧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情绪。因为云慧老是要在他面前撒了个娇啊，然后任性啊，所以明星他也会有一点情绪的回馈。嗯，虽然两个人可能是有点心里面有点暗涌，有点矛盾，但是实际上心还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我觉得云慧这个性格在我眼里还是很讨喜的，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表现在脸上，我是比较不会去猜别人心里就在想什么。如果他说哦我没事我没事，那我真的就不知道他怎么了。